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，是1961年公布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保存有四座元代典型官式木构建筑，1000平米精美绝伦的元代壁画，各类馆藏珍贵文物多达779件套。最为世人瞩目的是绘于三清殿的《朝元图》，画幅长97米，高4.4米，总面积430平方米。壁画创作完成于公元1325年，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。整幅作品构图宏伟，气势磅礴，笔法生动传神，设色富丽堂皇，是永乐宫壁画的精华，代表着元代壁画的最高成就及历代绘画之大成，也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人物画，是13世纪世界美术史上重要的作品，被称为东方画廊。